嘿呀，大家好，我是芒果。今天来把塔罗模式，我玩的是监管者牛仔。什么？你说牛仔是求生者？不，在这个模式里面，牛仔就是监管者。不信你看啊，是时候使出最强召唤术了，出来吧，召唤兽速闪之魂！看吧，速闪瞬间就出现了，这就是我的大招。速闪只是我的傀儡，而我才是真正的监管者。好的，发现对方国王了，我要去抓他了。呵呵，被我看见了，你还想跑？乖乖的束手就擒吧。好的，是时候再次使出召唤术了。过来吧，速闪之魂！嗯，好像没什么反应，难道是念错咒语了？那就再来一次吧，妈咪妈咪哄！嗯，还是没出现，难道是距离太远了没信号了？可以，就让这小火鸡多活一会吧，等我找个有信号的地方，它就死定了。哎，这里有信号了，菠萝菠萝蜜，出来吧，速闪之魂！漂亮，终于召唤过来了。那么接下来就看我监管者牛仔的表演了。哦吼，香水回溯好像很秀的样子啊，但是没什么卵用。你是不是想去前面砸怪板子啊？那就让我来帮你吧。我卡位，我砸板，漂亮。我再抢板子，哎，还想玩得饱呀？没想到吧，乖乖吃到吧。哟，又一次香水回溯了，但是问题还是不大。苏珊，我们走。我勾。我去，居然没勾中，真是边到用时方恨短啊。好吧，没事，继续跟下去。好了，速闪要飞出去了，看来这刀他是躲不掉了。我擦，又是香水，很皮啊，小伙计，但是这一刀你得吃了吧。漂亮，只要再拿一刀他就没了，继续跟下去。哦吼，这个板子居然不砸，那他已经没了。先把板子放下来吧，防止黑妹砸板救人。好的，现在可以直接怪人了。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正片了。哎，没错啊，现在才是正片的时候，是时候发挥牛仔的真正作用了。我要让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说牛仔才是监管者。长鞭甩起来，干活。我勾，哎呀呀呀呀，打，对，打得漂亮，又打一个，还有一个黑妹，看他敢不敢救人了。好了，技能又好了，再次把长鞭甩起来。好啦，又准备干活了啊。哎，速闪被骗到了，幸好还有我。怎么说还想卡半就没门，我要让你们眼睁睁看着队友过半血。呀呀呀，哇，居然来了个正胜，这一波帅爆了。先知又起来了，我操，被他用鸟打到了。哇，速闪还吃了一枪爆头枪，真是太惨了。看他的样子肯定想去前面砸板子，那么我就抢先他一步。我砸，哎，还要抢板，怎么说，漂亮，再次展现出了神仙配合。这次他们应该没枪了吧？怎么说啊，这一把就这么结束了。我这个监管者牛仔强不强？他们以为监管者是速闪，其实我才是。保护国王什么的玩法已经过时了，玩就玩这种奢逼的刺激的，能把对方气死了。不过可能我已经被对方臭骂了一顿了。